东部地区的华人哦，目前虽然还无伫风台的警戒范围内底，也伫七星潭的海边啊，有真侪游客拢会看海，是真接近海边啊，嘛是真危险哦。过一礼拜特别结束的鲤鱼潭阿明爱活动哦，为了安全，早起就先家去捞掉了。随着风台警报发布了后，花莲港的渔船拢就港上听，北方渔船了后利用时间来捕鱼网啊，好亲像对风台无安那烦恼。免啦，这未解错啦，这淡风台应该较无紧。在七星潭海边，因为无在警戒范围内底，无有防守线，未少游客直接到沙堡，甚至翕相对着大影拍起来，大家赶紧上岸，场面是真惊险。花莲鲤鱼潭的阿明鸭也开始熟开，鸭亲像头日日啉水同款，非常高水，吸引不少游客。快点过来拍照一下，对啊，那台风天快到了，这样子，那就进来把它拍照一下，做个纪念这样。高雄、基隆都没有去看，就在那花莲看。啊，结果刚好今天又要收起来。对。花莲县政府也在二十号十点成立灾害应变中心，呼吁花莲地区民众爱惜自己。二十一号防洪暴风半径才接触到花莲地区，二十号维持正常上班上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